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：台北市中山区剑潭山上的老地方观景台，今二十四日遭人无耻围栏禁止攀爬的警告标语，镜自爬上围栏，令旁边民众相当傻眼。将全程拍照 PO 网敏发，网友直呼拍一照吗？民众将照片上传至脸书社团爆料公社，从中能看见一名身穿蓝色短裤。 戴太阳眼镜的男子无视偌大的禁止攀爬的警告标语，竟模仿标语图样中人物攀坐在围栏上的模样，还将脚悬空于平台外，模样相当危险。在老地方观景台可眺望台北南面景观，许多网友感到相当不解与愤怒，纷纷留言指出：摔了拍手就对了，真的出事后就开始怪东怪西，请问。 这是一种拍遗照的概念吗？他掉下去应该是算自杀吧？重点是这样拍也没比较帅，为何你要拍他？为何你不踢他？标准的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错啦、啊，这种混蛋死一个少一个，没有禁止宠物进入吗？